大家好，我是爱吃不懒惰，想吃就吃的播客播，欢迎收看爱吃播客。前几天就到河里啊，摸了点河蚌啊，给我拿了点河蚌过来，我放在水池里养着，养了好几天了，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。整点河蚌，吃点好了啊。养个企鹅吗？啊，晓得啦。好。哎呀。啊，企鹅吗？企鹅。养什么？小螃蟹吧。
转向。哇呀，这两个子。搿能个生活都心想，嘿嘿嘿，边头咖啡包嘛？哎，又做啥个啦？哇，好！你头咖啡包嘛？你把这里想起的个？呀，个上来的。身体棒，强壮的弟弟生活嘛，一个比比噻，跟生活比这个好点。啊，一个吃这个很牛。哇呀，要是你想起他这个，厉害，厉害。那姐。鱼啊，还去转好的，比那个生蚝还好吃哎。像这个生蚝，跟我们一样好的啊。一样好的，有酱的。鲜不？看不见。有鲜有酱。有块新鲜了。你看一个狗的个啦。鱼啊，你是多干，我根本没多干。我都好干了，你看。啊，那个生蚝像这毛有可能啊，石姜母啊，石姜等，石姜等，运到一个走了，不新鲜嘛。啊，一个你是啥酱的嘞？